把这个把它拆下来，用吸盘。好开心。开心。高温胶撕掉。是有个卡扣，把它掰起来，松掉了。一个把螺丝全部拆掉。取下来，你可以拆下来，把这螺丝松了。这里有个按键的，把它拔出来。还先就这样子弄出来，把爪轴去掉，这样子。这里有个槽的，是那个槽这里出来就，取下来了。插在里面，把卡扣扣紧。看在这里，把 C 开这个槽里面放进去。这里从这个把这里从这个缝这里塞进来，把这个搬起来一点，把这个塞进去。
专科了，专科是，先把这个顶上这里把它卡过这些靠进去，你也是，这是什么？怎么把它贴回去呢？